欢迎收看上届关心地方的婚姻新闻。由好美科技大学所举办的民众巡回特展，今仔日伫斗南镇的九姑国小来举办开幕活动。除了有精彩的陶笛表演，学生囡仔也来做导览员，为现场的人介绍一寡相关的知识，甚至也有国外的小学生来参加。校长就表示会准备免费的专车来接送大家，所以嘛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做伙来参观。为着学生那会当学习课外的知识，并且有更加多元的发展，九姑国小就甲好美科技大学合办民创特展，今日嘛特别举办开幕的活动，学校嘛有准备精彩的陶笛表演，予这个活动增添艺术的气氛。好，让我们的孩子在学习的课程之外呢，有一个主题式的学习，对他们来讲哈是终身哈不一样的这个学习。为着学生来做这个活动的导览员，学校特别将因送去好美科技大学上课，因哥利用下课的时间来练习，真侪学生拢想要来参加。因为这是一个真趣味的经验。当蚕成虫的时候，要脱去外壳，不用计谋脱身。第二个成语是噤若寒蝉。学完回来自己再练习这样吗？对，你们大概花多久时间这样？两个礼拜。他们早就准备得很好了。那这一次结合了艺术，还有结合了生态，还有结合了环境的展览呢，对孩子们来说呢是第一次的创举，所以我们的孩子呢在报这个导览小尖兵的时候都非常踊跃。这是第一次在九姑国小举办自然科学的活动，县政府是相当的支持，并且鼓励学校会当继续来推广。这次甚至阁有国外的学生来参加，现场嘛提供真侪教育的册甲素材，后来参加囡仔拢感觉真新鲜。对，学到很多东西，感觉好新鲜哦。我没有带实际的糖果礼物或其他的，可是我带来的是肯定跟鼓励。校长是非常欢迎会当举办这个真有意义的活动，也非常欢迎大家到场来参观，希望透过这个活动，让学生那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会当有一个真趣味的回忆。记者蔡尚林采访报道。